变得好吃。我都一起煮给你吃的，不然你老说我老是只煮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昨天晚上我就熬出来了，耶，感觉你今天有点不一样，是不是昨天跟我吵架哭的眼睛肿了？对，哭了3天3夜。那不是，你看，真的是不是哭的枕头都湿了？好不好吃啊？啊？一般般。爱心八宝粥。你这，你看我多用心煮啊！你看这个才煮的这么好，味道杠杠的。吃了就看我啊，不要偷懒了。好像要下雨嘞。下雨再说，反正吃了就干活呗。昨晚包的粽子都熟了，也拿了几个来呢。等一下要不要那今吃？天下雨嘞。下就下呗。咱们要不回去了？你现在回去来得及吗？都已经嫁到这里来了。对，吃粽子吧。特意拿来给你吃的，那天去抄那个扫墓灰也有你的功劳，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的。我拿，等一下我拿多一点嘛。你包多少？包了7斤。给我2斤。可以啊，但是你这个人呐、啊，要知道我。知道我对你好啊，别人家叫你做一点，你就去那里唧唧歪歪的，斤斤计较的。谁斤斤计较？你看你昨天去烤了个扫墓灰，你这还说我前天捉你，你还跟我斤斤计较不干。那我要是跟你这样子斤斤计较的话，我今天我不拿粽子给你吃。你不拿，我自己拿。那你觉得我对你不好吗？你这样子老是以人家网友真的以为我对你不好。那你以为你以为哦？那你看我今天对你多好啊，爱心八宝粥，还有粽子。还有爱心粽子哦。对呀、啊。就是对你好，你还不懂。受不了。他受不了，我真的是。我到树上去吃2个杨梅。哎，帮我摘2个杨梅吃。你自己不要上去啊？现在我都刚说完哦，我对你那么好，我叫你摘2个杨梅给我吃，你就不摘呀、啊？你就站在那个树底下，你就爬上去就行了嘛。我不想上去，我就要你帮我摘。你自己没有手啊，真的是自己摘。帮我摘2个，还给你吃八宝粥了，好心当驴肝肺了。叫你给我摘个杨梅，你都不放。